啊，那么的第一题，Jemily 啊，念一下，然后答案。好的，老师，今天的晚会太精彩了，特别是那些外国留学生演出的中国功夫，动作之标准又好看，非常棒。答案是，老师演出。啊。好，第二题，Cherry。这次举办的非常工作，非常工作，会保成功。非常成功，吸引了不少当地的观众。这次举办表演了那些。然后，我表演费就够买啥的啊，了？啊？哪个来嘛嘞？吸引了不少当地的观众。那些话，话不要老是，谢谢话，谢谢啊，谢谢天出啦，么子，出喂，好，啊，答案没有证出来啊，就是说啊。刚刚第一题就是演出了皮娃的哦，今天的晚会太精彩了，今天伢爷的哦，晚会就是伢会那把的嘎哦，咋出生的啊？咋出差的？特别是就这类皮大嘎咯，那些外国留学生今天的哎的，那个在别家的在那里的哦，这两个演出的中国功夫就是这个功夫，我特别表达那个，然后动作啊的，这标准又好看哦，就是说的。你看我记录高了不？比母的呀，非常棒，答对了。那第二题，这次的就是 Cherry 代表那你们话不对不？喏，举办的非常成功，进入了大奥运大了不？吸引了学校内的不少当地的观众，说当地说的大看哦，的大看不的的的大看不的没那没那了不？喏，没没啦没那啦的，的大看不的的的哦，学校很多也是的哦，就是这次。就是表演录了，表演演出录了，表演完了，就是我们这个还没有确定，没关系。第三题跳，哦，一点不问第三题。凉茶虽然味道苦，但对身体很有好处啊。另外，凉茶热解嘿，效果也很不错。爸爸编辑。凉茶的哈巴滴个虽然味道苦啊苦啊，亚达卡多那边但大部分对身体很有好处啊。看那国家嘛也多。讲究的是热的，另外大便凉茶哈巴滴个热解苦，热解嘿，步步的道门虽然效果也很不错，亚那个嘞，唔舒服。好，第四题那个苏 BB 啊，每天晚上公园里都有大娃娃的一圈一老串串了人。么？串串了么？串串么？串了，对，啥干么的？不是。第一个学生那个是怎么念？群一群哦，一群的会一群。产品超市里面啊，看到没有啊？一群。公园里都有一群老人在唱京剧，他们很喜欢唱京剧，虽然不是专业的演出了，不演过出，他们唱演的出不对错，驴肉面呢？好，演出好白。是对的，好白。不过他们唱的不错，听起来很有味道，很有好的味道。好，就是。
每天晚上呢，伢来嘛嘞，公园里都有摆上的嘛嘞，一群老人在唱京剧，就是你如今一陪啊，我喏京剧所以嘞，他们很喜欢唱京剧，他说啊，京剧所啦，你的嘞，虽然不是专业的啊，过来哦，空的啊，都说那个 professional 们咋办嘛，不过咋办嘛，他们唱得不错，都说那么说不嘞，听起来咋啊，那好像啊，很有味道，就是说。都没出去嘞不，然后说完了就是飞高嘞不，那老师你们演出就是老师啊，不是不用了，演出电视表达的不，你们在演出电视表达的，演员就是都有啥属于表达别人，还有就是的演员就是都有啥努比亚的属于表露亚嘞，那表演皮皮电视的普通话咯，普遍就是 normal 不，而且normal 皮多啦。啊，那哭啊卡啦，那第四题我嘞就是没有正确的答案嘛，我讲到是啊，对家嘞批评啊，我讲到嘞演出外面啊都批评家啦，好，没关系。第五题，唱片呢？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选择了第一个职业往往和自己的专业没什么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普遍。好，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就是 university 在哪里啊？不会呀，没脑的哦。选择的第一个职业哈，选择了选择就瑜伽的不？第一个职业什么种楼岗瑜伽的嘞？往往和啥嘞？比如嘞，自己的专业没什么关系。过有他人没家嘞，爸妈不当我们区别没？这种情况，有没有就是青年的啊？现在越来越普遍。那么你把我骗的，那老师第一题，第二题，还有就是第四题，我呢，就是没有正确的答案，张大写，那就是张大演出那表演，说到比如演出那表演，演出就是电视表达的表演啊，皮皮电视的举办的，所以表演我举办我们要演出呗，举办我们要然后，表演啊，皮皮电视的找你嘛，皮皮电视的路，演出就是。臭皮电视不会留，电表表达的还没有礼貌，懂了？所以第一个答案并没有，咔咔正确一下。第一个答案是有可能是什么？演员，学生演员的中国功夫，演员啊，牛是逼的。哪路？我是我不要了，丢上路对吧？你那臭皮电视表达都技术。第一的答案，李老师，第一个答案是什么？演员，是外国留学生演员的中国功夫，人家这边伢的长大都有上的耶，中国功夫啊，那边伢学的耶，是吗？好，老那师。演员那没关系，说明着你觉得呢？第一题。第一题就是演出，第二题嘛，表演老师。第四题啊，演员。第四题啊，演员。那你为什么说第一题是演出不表了？好嘞，赵老师哇，演出啊，加入度啊，拍你呢都难免的，表演加入脑你呢都难免的。第一题嘛，加入留学生演出的票皮的哈，那都跟。第二题嘛，叫做这次举办是拍芭比的还是哪里呢？都嘛表演，哎，都来表演，那都没有这边呢，把它表演出来。老师，第一题啊，第一位啊，叫做今天的票皮为啥样我讲呢？啊，就这篇哎的外国留学生的呢，人家讲哪里的票皮的项目？哎，录的要报告的要要的票皮的项目，表达是流行啊，叫演出都难。那么那个叫做哦，season 啊，非常成功，哎呀，我后面的都表达。season 里呢，表面是流行啊，叫表演活动啊嘛，老师。哦，录的啊，票皮啊，没有说人家演出，season 啊，票皮的是流行啊，叫做表演，那么懂的。
对，就是这里的时候，我们是要怎么分？就是第一个火度标了，八大变量版，八大变量版所应该是讲哪一点点受不了版些啊？不，就是语法版的来看，语法版的来看嘛，所以特别是那些外国留学生，那讲哪里，那个叫讲哪里，老师表皮皮不爱记得两表去对吧？演出表皮的是比较大的，哎呀，我表皮的是比较大的。我表演个皮皮的是木，都叫做 adverb 片的呀。皮皮的木，都爱老师我问你的去呀木。所以外国留学生演出的中国功夫，包括哪表他对吧？所以语法的垃圾呀嘛呢，就是演出皮皮的是比较大的，还有皮皮的是低啊。那就是第二个，这次你的成绩的考验，那么得加班咋办了？哪来呀嘛？那梦在没忘了是耶，我说 album 是哪来呀嘛？举办啊，老师不骗你呀，举办的，举办了，所以老师你妈妈说，你叫我表演，这次表演举办的，你的靠表演过，举办了，非常成功。那第四个，每个晚上公园里都有一群老人在唱京剧，他们很喜欢唱京剧，虽然不是专业的演员，票皮真是堵，我们后边呗，哦，演员票皮真是堵。professional 加了票皮这些读的，哦，这所读的么后辈咩，就是演员，专业的演员就是 option 难题啊嘛，哦，专业的呀，不皮多哎。那老师这个应该有没有问题？哎，老师第一就就是第四个讲到妈咪马屁呀，你看第四题啊，马子呀讲的是，有可能误会就是第一、第二题是老师分两块比较是吧？分别说比较多，那切读表啊，完了第一个是语法呀，第二个读表了，然后八大八大变量把你老师阿们背，不是咯？就是长到阿们样子，你那晓得咯？grammar 语法那边老师要分了，老师这个 HSK five to six 嘛，所以老师阿们美国的年纪是哪里嘛？哎，现在老师语法我不记啊，所以老师写嘛，比如 where 这两表对吧？啊，这里也那么，所以老师就是 subject line，subject line 就是老师啊，就是 now subject line 嘛，哎，都帮我老师一乱表吧，就是这个。好，第六题，嗯，卡卡第六题念一下。这本小说这么厚，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啊？每天晚上看十几页，差不多一个月就可以看完。啊，这本小说读书少个人这么好，老突然的，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啊？别情况记录笔码嘞，拍录笔码嘞，每天晚上看十几页，你来念谁念来嘛？这十几页十月就完结了哦，十月完结，三天是都要完结了，拍这嘞，差不多一个月就可以看完。得了，老师也拍录公文里面的哈，第七题，乖乖。你学的可真快！你得哪演我们哪辈嘞？我小时候学过连年的舞，俺你让俺嘞，爱教我连年，那你顶不得嘞，有点哦，有点那个基础，而且个奶奶得得嘞，好，第基八础。对基础听素文。你学的真可，真快，哎，第八题，真快，第八题，第八题，是，写到这里好了没？才三的对比啦，差不多了。这礼拜拼你比，我再想，再检查，一稍微录和你送过去。看到了，那他是谁比的？属于奶奶是谁比？你有不比的？哦，我在检查一小尾鹿皮哇，一小尾说啊，这个人比较清晰，我们写啊，就是改表啊，就是还是讲到妈的呀，一哦，遍。一小尾说比东西没有写过，我们写，我再检查一遍，做给你送过去哦，我就考了，他是谁比大姨啊？你个不比嘛，所以没有一小尾，稍微有一呢，对，别多那么多，那他们第九题，马姐。你来吗？你想好了没？是继续读书还是参加工作？我考虑过了，我想上工作两年。
我想想，工作两年，然后加考虑研究生。你想好了没？你先上 BB 啦嘞？是撇的继续读书进两三点嘛啦，还是参加工作一路路嘛啦嘞？我考虑过了，我先上 BB， 我想啊去那个了，想工作两年，一路那里一路来没，然后头脑再考太平没，就是研究生啊，都就是 master 我那边太平没不？第十题那个那。小雪，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出发？大家先回房间，稍微休息一下。半个小时后，我们楼下集合。好，陈小姐，是有点迷。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出发？我就看门这边来，别请老太们来不？大家先回房间啊。阿龙，我看过一遍啊，稍微休息一下，看哪老哪呀啊。半个小时后，哪一位老板？我们楼下哦，那个那个。那个谁，结束一幕，哎，龙五拍啊，说说了都来比我玩嘞，再拍几啊？结束一幕？几号这边吧，来姐？对手的。集合是吧？就是对手那天露宿了不？哦，集合，俺都露宿家没？哦，那一位老板俺都阿妈露宿家没嘞？集合，所以老师说这个是嘛，找哪里有啥名人啊？集合我们要找。那就是上两年啊，数量也这两年上两啊，就是孙女的数量就是一对哦，那个这两啊，老弟吧的 HSK 佛山嘛，然后把娃的，就是过来的一对。那第一题那个不来票。不来票，今天不来票在啊？怎么会呢？因为说明啥？大熊猫样子非常可爱，深受人们喜爱，但是数量不多，全世界一共才有1000多只。大熊猫，本来我问你耶，帮着你啊，吃不羊羔呢？路里耶，吃给你的母嘞，喵喵看呀嘞，大白妹一多个对面喵着不？这个把龙妈妈叔叔帮汤脚老大联系了嘞。好，第二题，素面喽。了解顾客的事迹，需要10分钟要一样东西。不管它质量多好多便宜，如果顾客完全不需要它，我们就很难把它卖出去。customer 也留在这股哪里不干，也记得必须的顾问，也对干，也对不了高干，不老心皮皮，customer 干的不，没路也不收银，都过。那都养出我客气的。好，第三题结束一。你们两个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你们要不来的呗，请加入新人来看马来的。我们下年，我们下年过来，顺利告毕业。祝明年10月1号，那你谢老板的烟你好，那他这里有问题的答案。一，你看过京剧吗？你京剧记不来不？第二题，你认为你听哪没名啊？而且京剧这种表演艺术怎么样？你京剧表演艺术啊，你京剧表演呢就皮皮点啥的努比娘啊不如牛雷的。第三题，你认为京剧目前呢不太流行的原因是什么？那些干了嘛？老师，京剧也得比那么看不啥咯。原因是什么？把奖票再找了不？第四题，
你认为有必要就是说录外来不，让更多的人哦，就是录苗族啊，不弱的哦，了解京剧吗？录制这种苗苗个嘞，就是京剧有哪类不录外来嘞？哦，为什么怕这样嘞不？第五题，你们国家有没有比较有名的就是剧哦，京剧的剧哦，剧有哪些？很那个跟京剧不一样的地方，剧这里边讲，老师京剧就是老师背景 opera 吧，就是说起码剧的龙年什么路，比如路八大边路呀，说明说剧。Opera 表演。但是 opera 那么多都是表演的吧，喏，就是说比如表演没有的戏了不？opera 京剧了，就是有哪些跟京剧不一样的地方？你说表演的呀，咋了？的 opera 呢？都是北京 opera 呢，没录没住人家的戏来的。第六题，猜猜看满几不？上台一种，一分钟，台上sorry，台上一分钟 stable 嘛，证明你的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哎，按了，你怎么骂他呢？我骂他呢？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哎，啥讲的呀？那老师他比如现在他按老师也是答案，比如没那么不好猜呀，没有是他叫你猜的。那老师，你看过京剧吗？你看过京剧吗？啥讲脾气啊？地理学生。地理学生，文面，地理学生哪一家？我好像看过，但是，我看过京剧。那第二题，再看牛犊。你为什么就是这个表明？我认为就是这种表明就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那我把你那信息里批到，就这样了。好，好，那还有一个第三题，动词啥？认为京剧目前太流行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京剧目前不太流行的原因是，对我来说，京剧的音乐太无聊了，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年轻人不太喜欢那种音乐，所以目前那个京剧不太流行了。好，第四题那个又难的，哎呀，我认为，有必须要更多人了解京剧因为呢京剧京剧表现我们的文化还看京剧的话也可以知道我们的历史。历史，好，第五题，何谓之？何谓之？美人？老师，不好意思，来打个电话哦。第四老题，师。第五题。你们国家有没有比较有名的剧？剧没有，我们国家没有比较名的剧，因为有些，因为
现在我住的地方是缅甸，所以北京的经济，在缅甸没有。那你讲的错哦，我们国家有比较有名的剧，剧就是不一定是京剧，就是我们以为有我们缅甸的剧，就是有哪些跟京剧不一样，就是说，就是应该是，歌手哦，就是歌声调，就是歌不太一样，还有就是京剧的时候穿的那个服装嘛，服装也有会变的，因为我们不是中国人，所以有可能变化，就是中国人穿的京剧穿的服装跟我们缅甸穿的服装就是不一样，可是历史什么差不多是也是历史什么也是故事吧，哦故事也是有太可能，就是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哦我们也有优美的剧哦，不是没有哈，还有猜猜。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那个老师不表们了，啊，哎，皮老师皮们。可是老师讲的，那是老师说老师课本都没有利用，那你这个要记得哦，这个也是一种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老师的故事，在上海人表了多少京剧那不得有？老师啥的那不表？没弄啥的来的，老师不啥的那送过来什么？就是到哪一块？มินูตินายเดินไลฟ์ไปทำไมมินูตินายเพื่อติบุงงามยังเนี่ยบางคนเราไม่จูดากันอ่ะใช่ไหมมินูอ่ะสาตินายเดินไลฟ์ไปมินูเชื่อไปเลยจ้ะมินูอ่ะจะมีเนี่ยเซมินเนี่ยด้วยน่าเลยตัวเนาะใช่ไหมแล้วมินูเซมินจะมีเนี่ยด้วยงามเนี่ยด้วยเซมินเนี่ยด้วยน่าเลยงามเนี่ยบางคนเราไม่ติดแค่เนาะเนี่ยบางคนไม่สายจะเข้าไปเนาะเนี่ยบางคนไม่สายลงไปอะไร然后老师说老师那例如那么那背啊，那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好，京剧的部分，京剧没弄嘛，没弄 stable 嘛，怎么样？调皮点啥的啊？等明年，那明年，等明年，或者最多5分钟还是10分钟？他们没弄京剧 stable 嘛，调皮点啥不？都说啊嘛，哎，京剧，你把我们家李静看下了，好。ตัวมิโน่คุณชู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แต่คุณจะเจนเพียวผิวยาอย่างหมอตัวเอามาอาจจะเจนค่ะค่ะลีเจนมีอาจจะเจนค่ะค่ะนี่เป็นมีอะไรลีเจนผิวมายาลาเลยอย่าง不管是哪些事所以说那么的例如就是老师啥的那那表表啊มิโน่คุณ老师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如表表来的มิโน่ไม่ติว这样说那老师身边来的มิโน่啊จะมิเน่ดูติว่าเลย可是มิโน่เอาลูกจะมิเน่ดูเชียงยาว老师啊จะเราสาดมีอะไรพักเขียวแล้วเขาไม่รู้จะเราเราชอบเปรียบอะไรเราไม่รู้จะเชื่อคนตีว่าละไม่จำเนี่ยเป็นยังไงนะเราชอบเปรียบเขาตาแบบคุยจาเราสอสอผ่านไม่ตีอ๋อสอสอเฮ้ยผ่านเส้นหนอนเส้นสายไปต่อใช้ใช้สัวใช้หนอนใช้เนี่ยแบบอ๋อก็คือตายชุบไม่ออกมาเอ้ยเราลีเจียนเนี่ยเปรียบอะไรเปรียบอะไรก็ไม่อีฟังจงจูเอ้ยเขาตาแบบ也是可是老师啊，没弄，俺老表表不着，老师让啥哩？伢一拍开表，啥哩？伢一不读大的知识，伢一里来开呀嘞？那是意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问好啊，所以老师啥丢了伢表没不？啊，丢了伢表没说多些，就是多了京剧讲不着，所以京剧不。我们就是京剧表演的时候只能上台哦，台上表演了一分钟，可是我们往往的在台下，我们往往的就是不断的练习是十年钟，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把这好，明诺台上 stable 嘛，表演了就是一分钟，可是我们台下。哦，往往的练习就是十年的时间，要花不断的练习哦，不断的练习是要练十年的，才会我们说台下十年功，就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老师这个是老师 HSKK 嘛，也会影响到这个理财宝哦 HSKK 嘛，所以要练习哈、哦。好，老师，哎 ，Obra de Obra de de Mune de de Zakai do Alumio。你不是你是哪个人呢？缅甸人，缅甸有缅甸的剧耶，比如说《雪中啊雪满地毛》喏，什么巴布鲁，扎扎吉里布鲁，扎扎吉里布鲁，哦，还有，扎扎吉里那不读咯，没得念不读，
麦地呀，诶，麦德地大的给你呀缅甸呀，那也是缅甸的剧呀，不是吗？可是，亚麻亚那啥的。诶，亚麻亚在的哦，那是老师说，就是说有可能就是穿的服装跟故事不一样，哦，故事不一样。可是这也是我们缅甸的有名的剧呀，你大家都知道。老师有点问题，就是人家声段落方法说，我是还是弟弟呀，妹妹呀，那没人讲，这讲不出来的。还有很多吧，就是说，阿鲁马来西亚的皮亚铁啊，皮亚塞尼巴地方咯，哎，比如说，哦，你好的他，你们好的大陆，啊、哦，有好，很多啦，嗯，啊、哦。对，都往哪打嘛？诶，是，不问那打嘛，三老的，三级社会老师，诶，这几社会，对，这第几社三会礼貌不行了，会不会？对不对？啊，这几社会嘛，巴的哈，那也是都后面的后老师哦，就是伊那么表了，实地嘛，所以嘞，咱家的亲嘛，特别表表，这也是我们的剧呀。那不是，所以没有不能说我们缅甸没有剧，我们有剧啦，就是说，就是现在就是没有那么流行了嘛，好，就是老师我大爷呀，我对比哦，我是庙里嘛，咱说对比哦，没人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看了是吧？可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跟爷爷奶奶就是叔叔阿姨跟在一起时候，他们就喜欢去，就是两道片内里嘛都咋样的，然后内克里说点了，内嘛说什么不爱惜的什么活动，一路流行的吧，在阿嘎西的嘛跑。我说，哎，今天强大，你写什么强大？他写什么全面对嘛？我写不，我说话说，估计在故事故全面对嘛？对啦，所以嗯对呀不，强大对啦，是嗯对呀不，故事故事呢？啊，都多别啦，别多多那个跑跑，哎呀嘛，强大说，他老多见面的嘞，所以那个动漫都如啊在音乐开动啊，就是才那流行的就是剧不？然后老师年代家老师是没有那么喜欢，老师让他们喜不喜欢在乎，啊，就是这样子的。好，那老师这是第14课嘛？好，我13课结束了。那老师今天有听力，老师，哎，那个刚才你说的参与，像我的想法跟你的不一样，有点。好，你说，我想提起我的吗？好，可以。用中文还是用缅文嘛？啊，你先讲缅甸话。好嘞，老师，到嘞。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这能听到的。台上三宝妈来着，咱们那票比来说嘞，对呗？台上这都这龙你知道吗？把大编辑来的老师，台下是沈阳嘛，加入新年公公务知道吗？哇，强攻奥米内也强攻动态了，天哪！哎，罗多沈阳嘛，咱们那票比来说了，新沈阳嘛，哇，沈阳龙一那没新年没了标志呢，五嘛所以老师啊，都把妈妈们录起来，咱们哦，隔壁的宝贝都拍起来，咱们哎隔壁个沈阳大年的奥米内。大妈妈，我多自家的家不也开了？伊自家三内家也滴奥秘内底，你没听呐？那大家一起看一下答案，好不好？不要这样讲，讲就是答案是说会误会的。那大家再看一下啊，老师有学问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样误会，这没关系的，可以商量的哈。就是我们这是没问题的对了。那老师一起查一下答案就比较好。等一下哦，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好，大家一起看答案。好，那都是古代嘛，来都是新疆，他写文呢，就是有没有不一样？我们先看啊，那老师新疆的意思是，那有些也就是。奶奶有一会变了，可是说明说不会哈容后边软软的，可是老师有可以翻译两种啊，老师那有有变没过呢？买呢？网络有点慢，哦，
那样讲了。Em nó sẽ xỉa nó. Chính xin sự tự kể dạng lãnh mà có, nó sẽ nhẹ được. Nó biến rồi. Ừ, lại một hộp đồ. Hát, xem xem, đi hát lưu yên chị. Chứ là Thái sản y phân dung, Thái sản sẽ nàng cô.就是台上是呢，这句话本意思是题在台上。演员的时间往往只有短短的一分钟，都明天老板理解没？但是的，为了在台上的这一分钟的演员时间，需要付出贝塞亚十年的就是艰苦努力，就是艰苦努力，所以说他可以就就啥啥都可以啊，而且用来饮食只有刻苦努力，刻刻苦苦不就啥可以啊的才能取得成功的人，就是就是唠嗑个就咋嘛的，后面的努力要撇来不？台上一分钟，台下一分钟，与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劳，好嘞，所以说性价他嘞。还有这个，那个就是才能取得成功的人呢，又。这是台上台下，我先表达，这是不是？那你这你这个地方不能，都先表达了，什么意思？看看看，什么意思？你有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好像是你的。我看到了，老师。哎，你还错哦，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就是这样子的呢。好，那答案对了。好的，老师。好。没关系，张大赢了嘛，写好不咯？就是说这个很好的，张大咱们老师就是说这个平凡无涯了。有时候，老师就是老师讲的，这不是说对的。好，老师你是念老家呢？我这边十一，一年中你有五六个月在外地跑，真是太辛苦了。还行，可以接。来了，来呀、啊！奶奶别闹事。十一，一年中你有五六个月在外地跑。红位置。位置跑去哪里？你们看。一年中，好，越南的，越南的米。Sorry， 老师，我觉得我，一年也就五六个月啊，接起来很辛苦吧。真的，文面老师困难难找我们家的人，对吧？嘿，说明了。哈，那家重点，那家困难的你啊，把他们家的。嘿，我阿弟阿弟阿弟，爬上你妈妈的呀？你说这小兵哪上了？谁过来？
11。一年中你有五六个月在外地跑。林素薇。一年中你有五六个外地跑，你辛苦吧。好的，别。零啊，俺拉超了老年的，俺拉超了老个，变嘛变呢？变嘛变呢？好难不了。等你再变嘛，别那变嘛，都七十，别变变嘛了不得。卡卡。还是得一百票啊！哎，得一百，得六万块。嗯，那俺俩想拉拉外地跑啊吧？外地一段，没得路没吧？什么做别没？没得钱路没呀？没得路没呀？没得钱路没吧？什么别没吧？别玩来的。外地是吧 ？Foreign 那个啥，琵琶鼓哦，你看俺俩唱了那琵琶跑呢呀，跑是琵琶比啊没乌黑哦，一点不会哦。那琵琶的有嘞，比你啊，说那个家有出来比较老多了哦，就是说那个家多了一万一边，那那个家多了一万一边，那那比较坏的哦，坏的就是老师哦，就是那个一边吧不哦，那个一边就是一个班里的哦，坏的跑说，然后那个家多了一万一边啦，来录的好坏的跑，不是密码币啊，真是太辛苦了，真是太辛苦了，都多一百年嘞，还行，可以接触采访各种各样的人。说明啥？还行，可以接触采访各种各样的人。先别把这里的可以接触啊话，啊嘞，哦，接触。好的，实上提对。接触着了，都是的，帮哎，我帮的实上来呢，我各种各样的，比如啥送人啦的，路人呢。采访吧的，采访吧。采访送人的那是，送人的对，也挺有意思的。啊，没人，也挺有意思的。做你也挺有意思，做你在那边是白的，他等下了不？男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男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人？牛蛋啊，偏南方八路家里的啊，一啊司机 driver， 我喏比较叫做记者，就是那个的第一套 ，C 就是医生 ，D 就是售票员，就是那时候那么要能问他们，那数据不一样，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哪个叫短尾巴的？对家抱着项目去来回呢，可颠倒了。去哪呀？可颠倒。姐姐。那他面前答案是什么？多了等于少的，你好。他面前答案是什么？楠楠，答案是什么？我记得有听到的，林昌。就是那，他们那么答案是什么？一都没听到老师。对，好，说明了。两个人听的，两个人用我们听，两个人听。他说话嘞，哦。都太伟大了，没有这么多对呢，从对男人做比那些，但没话嘞，可能采访嘞。表达你的妈来着呢，话嘞，菜啊，你真话，可能听到话，菜色
哎，我送你呢，要呢，那么对那边的人采访哇，美面的 interview 的是对呗？嗯，采访啊，的嘛的美面嘛，采访季节，你看采访季节，采访季节吧，就是主要来写 interview 的领导。哦，采访哦 ，interview 路亚嘞，采访季节上 interview 的那套路表完了。十二，我觉得今天看的那个房子条件还可以。你来吗？我觉得今天看的那个房子还好像还可以。我听到人家几个人啊，而且我也是，我看也是。爸爸，结婚没拿吧？条件。卡卡的挑战是什么？那样了。嗯？我是妹。妹呢？一刚呢？你们看。嗯，我听到了，今天记得，哎呀，我们受不了，听，哎呦，对。我弟弟那条件没了，条件。条件，对，条件条件就是逻辑哦，就是说条件一千六两百六元嘞哦，他条件我马上看看我是嘛一六来晓得，你的条件不资格，你的 qualification 你一千啊不资格，没啥的，我是说没米的不，哦他的条件不错，对一千啊没说过，那逻辑里面叫八大边路米亚边。你们的，我今天去看的房子哦，我觉得我今天去的房子的条件不错，条件，也就是说一条件那个贷款加入一千六百万，它就是说六万七叠起来的一个，没说，比如说啊，把文件嘛把撇没，没说啊，把文件带啊没，老师说因为是你啊没，什么教你啊没，还是把文件带啊没，还是哪样带啊没，这种有的有的那种条件，哦、啊，条件不错。啊，这个过诶诶，两比五要加预约卡，还是没买预约卡嘞？这个喂，不录没撇没？诶，也是啊没，是说毕业的啊没，还是不三不六是啊没？好 ，A 是啊没，加是啊没？那是那个男人的条件不错，条件一千六百七，不是贵新手表了吧？那边路亚，你说呢？还行吧。你说呢？你表了还行吧？要把第一的。那明天你再联系一下他。那你在明天联系一下他，联系 contact 楼的，没人反对 contact 楼来的。咱们租下来吧。咱们租下来吧，租下来，马来亚啊，租哪里？租房子啊，租。咱们租下来吧，马如马来亚呢？他们打算联系谁？嗯，他们打算联系谁的？都不都呢？联系了没有啊 ？A 就是房东。A 开白信吧，那 A 白信，反正 B 就是公司秘书，就是公里注意模式，就是接受采访的人接受采访的人就是老师 interview 来开门路吧，那采访就是 interview 的路，那 D 要买房子的人 因为买路呢，那老师答案啊把片来不就是正确是答案是什么 ？A 老师反动。嗯，接受一模答案是什么 ？A 老师，嗯，对 ，A 行。十三，经理，今年公司什么时候组织集体体检呢？啊，经理的啊，表面的是总经理，老师把他表面表面那啥。十三，经理，今年公司什么时候？今年公司什么时候？今年的公司啊，白龙的。组织 ，dampoint 来 ，point CB。集体体检呢？就是提前。
提前提前的，做定比的，是，每一个check个弄来的。可能安排在九月了。可能安排在九月了，古老白马就是，提前他也不。只是还没确定具体哪天。只是还没确定具体日期，就是根据，根据提日期说，不用了。对，差不多了，也第一个，提日期，每一个check个提前也提，每一个check个楼盖买好，定居说，嗯，第一个叫我们送票呀，对不咯？哦，除了古老白马了，楼买了送票他的，他们就是还没有，就是定期定期提日期，就是根据，根据提日期说，不用了。 答案是什么？D 老师。D 老师。D。好，那乖乖，答案是什么？D 老师。D。 D 老师，是 B B 啊？D，那老师 D，那老师 D 你六多少岁的是八六多少？侬东北，哎，听我把嘞。